长剑临九霄，我辈修士任逍遥。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斩圣魔，幽冥界中走一遭。斩他个炼狱滔滔，少年郎苦粮食，人走路过叫他卖茶。天磨迷津饮血脉，天雷解除引神魄，花园无银行。人族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宝星辰，悟到尽头谁为王。带上三日誓，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诸位不必多礼，有请参赛选手入场。快看，那个就是秦尘，就差一陪师。北天域玄圣阁主还真是胆大，竟然敢陪他玩这么大。为师，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是的，胡弄啊！我看把你下放到北天域几十年，人都带傻了。侯阳大师，别解释了，等大比后，亲自向我请罪。是。老夫欧阳正奇，乃此届大比主考官。现在宣布丹道大比正式开始。大比共分三轮，第一轮比拼的是控武。诸位面前是我丹阁专门准备的基础火焰，每种火焰的属性都不相同，彼此相生相克。诸位需将这些火焰一一融合，融合的越多，威力越大，分数便越高。若最终融合达不到三朵火焰者，将被直接淘汰。现在，第一轮考核正式开始。九种火焰彼此相生相克，相互融合的可能有无数种。此轮考验的不仅仅是控火能力，更是对火焰融合的分析能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训练药师提前预判，因为火焰相生相克，融合后威力并非一定提升，还可能会降低。不愧是丹道大比。什么？这么快就炼化第一朵了？啊！
想不到这次下次狱竟会出现这么多天灾。不过这传闻那夜末才是第一天骄，怎么这延迟到融合火焰的速度还要在那夜末之上？这些选手炼化火焰的手法似乎都是秘法呀。倒是这岩赤道用的什么炼化手法，为何一点都看不出来？太原阁主，若老夫没猜错，这岩赤道应该是天生火元体吧。欧阳大师一语中的，属下佩服。什么什么天生火元体？哎，那秦晨在做什么？神主宰官方微博与视频号，记得扫码关注哟。